是什么呀？应该是毛豆角化吧，一小颗一小颗的。这个怎么弄掉？好难看呀。我也酸乳膏吧，你平时涂完别见光，然后脸嘛洗洗干净哦。你看我的完全都没有。我的天哪，我这个是眼角细纹吗？天哪，我的法令纹怎么那么严重啊，我感觉我的脸部都要下垂了。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上周买的美容仪呢，赶紧的，来不及了。我现在立刻马上就要用，我的法令纹真的等不及了。你又换美容仪啦？对啊，这款美容仪最近真的是好评如潮，这不我一涨工资立刻马上就去买。女人嘛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，有想吃的食物赶紧去吃，有喜欢的人就赶紧去追，有想买的东西啊就立马给自己买。我最近也一直想买，算了，等我男朋友送我吧。哦哟，现在微博啊各大平台都在宣扬，男生嘛一定要无条件对女孩子好，然后啊动不动就晒个包，晒个转账记录，然后你就也要你男朋友给你买个包，然后给你转个52000。女孩子想要的东西自己赚钱买，别老等着别人送，晓得吧？那这个好用吗？那这不是废话吗？不好用买它来干嘛？我欠了多啊！它的专利科技 3D 技术啊，是美容仪中唯一获得 FDA 的二类 OTC 的认证，而且我用的这个是射频美容仪，可以刺激我们真皮层的胶原蛋白再生，达到提拉紧致、淡化法令纹、细纹、改善肤质的效果。那我在我的法令纹这按100分钟。哎，你是不是傻呀？一个部位只能用4分钟，一个部位只要4分钟就会有效果了。4分钟之后它自己就会停，而且这个一定要打圈按摩，不可以停在一个地方不动，这真的是懒死你算了。那你给我用用，我也想用。怎么没有反应啊？我怎么会有你这么又笨又蠢的闺蜜？我的老天爷，你要把这个凝胶挤在上面的，这个是导热的呀，没有凝胶就不可以发热，你真的是笨死了笨死了。哦，不要打我的头。感觉怎么样？哇，真的热热的，我想用它敷一敷肚子，应该可以减肥吧。哎呀，不可以，这个只能用在脸和脖子上，你不要给我想太多啊。美容仪美容仪是用来美容的，不是用来给你瘦肚子的，是不可能溶解脂肪的，减不了肥。现在市面上很多的美容仪啊都会出现温度过高情况，但这个呢温控做的还是不错的，温温热热的很舒服，即使你是敏感肌也是可以用的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去洗个脸。那我要买一个，为了我的法令纹。重点呢是要坚持3天打鱼2天晒网是不行的，一周最起码坚持3次，不然你买回来拿来装饰啊，我劝你是别浪费那个钱了。你们啊，美容仪闲置超过一个月的，评论里面举手，我看看我怎么点醒你们。坚持呢，坚持，你花了钱就要坚持呢。